那是真真实的状况。各位兄弟，吼，就是遮个伫埃及捌做过奴隶，遮个以色列人，因所想的，他已经被那个奴隶迄个框架辖制住了。若拄着无通食、无通啉，拄着对敌的压迫的时阵，因就拢想要安那，哈，走去埃及。哦，埃及有强无？有大无？会当甲保护未？会使啊。啊，毋过你会变做啥物货？奴隶噶，吼。可是他们宁愿呢，因为他们爱好和平，他们反战。啊，你知无？好，我宁愿做奴隶，好，我也不要做什么一个自由独立的人，爱自己爱面对困难，自己爱面对一些压力，好，他们宁愿当什么奴隶，而且还说我是反战，好，我不参战，好，看下这，这些人拢是伫对，是伫台湾，这些人拢是伫。旷野，拢是伫旷野吼。上帝无甲遮个人带入去迦南地吼，伊无爱遮个人去影响着新一代遮个以色列人吼。遮个人知影因是上帝国的百姓，遮个人知影因无做其他国家的奴隶吼。他们因是因伫旷野生出来，他们没有经历过被奴役的生活吼。伊嘛是有软弱的时阵，嘛是有跋倒的时阵，嘛是会去拜别个神。不过，因甲因的顶一辈无同款，因知影因是自由的人，不是奴隶。吼、哦，刚才我听下讲，台湾甲迄个时阵的埃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这神的非常像吼，这亲像的吼，这神的吼。那即摆嘛侪侪像我即款。时代人拢咪讲，我是台湾人，啊，我上司嘛是中国人，好、哦，我也会死在旷野了，好、哦，啊，你若问阮囝迄代，可能平恩就不是了吼、哦，你是啥物人？啊，平音，你是什么人？台湾人，你？也是中国人吗？啊，他就不会了哈。因一代的北宫也是中国人哦。哦，那你们就可以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。各位阿姐，我要强调一个代志，那你若照传统迄款的解说哈，这个上帝会真做是啥物款的上帝？任性小气巴拉的上帝哈。哦，的是上帝哈，都无阿多安那。进迦南地不会哈，这个上帝不是这种上帝哈。这个上帝不会因为咱进前做唔到什么代志，就放下咱。因为这个信用重点就是耶稣伫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讲的迄句话。安那，对打开始安那，唔过唔通个犯罪啊。耶稣对迄个行革命的妇女人红。控控告伊是加革命个人，福音人，耶稣是讲我嘛无安那，嘛无要定你的罪啊。唔过对今日开始，对呾开始安那，唔通阁犯罪。这个上帝是即款的上帝，这个上帝袂因为讲你之前甲我得失着，你之前得罪我，甲恁白记咧安那，我记你一世人吼，你绝对无法度入迦南地吼，你无法度安那安那吼，这不是我们，这不是咱所信的这位上帝吼。所以咱看到摩西，伊真正唔是因为犯错，真做一个惩罚吼，上帝无爱予伊入去迦南地，上帝有一个更加水、更加大嘅计划。伊予摩西停伫遮，就停伫遮就好，因为要对约旦河过去的，得爱对，得爱予啥物人来抓，得为约书亚开始抓。啊，咱若去读约书亚记，就看到讲约书亚他们，伊是命令迄个祭司抬约过迄个约旦河的时阵，水安那分开呢。所以他是一个新一代的领袖，
伊要行甲真侪摩西行诶代志共款诶代志。伊摩西互啥物？互啥物分开？红海分开。哦，那是上一代的领袖，啊，新一代领袖对约书亚开始，伊嘛吼约旦河安那分开，哦，这人入去迦南地，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。上好咱卖唔通去想讲啊，摩西犯错，摩西得是上帝，所以伊无法度伊迦南地是上帝对伊的惩罚。我不认为这个是好的解释。这是上帝水的计划，伊予摩西知影，伊的任务已经安那到啊，到这的位置，爱放心，把这个权柄交予新一代的领袖，予伊会当真正真做一个真实有权柄的领袖，吼，唔通阁予进前一代摩西来影响。对家会当看到上帝较水的计划，啊，第一代以色列人嘛，唔是真正因为因拢爱做爱爱做爱嗨，所以无法度去迦南地，是因为因真正因的心态，真侪奴隶迄个心态无法度改变，所以上帝要予新的一代，吼，无做过奴隶的一代。来入去迦南地，成做一个新独立自由的国家。哦，看下这伫人类无同款的国家、无同款的时代、民族，拢会经历、经验即款的代志。哦，并不是因为上帝的惩罚。哦，啊，不过咱来看清楚，我们真的要看清楚。甲年岁无关系哦，各兄弟，甲年岁无关系哦。有个人年岁足大，啊，毋过伊毋是奴隶的心态哦。啊，有个人足少年，吼，嘛足爱做中国人哦，吼，啊，这甲年岁无关系，吼，是讲，亲像今日的经文的提醒，吼，你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？是不是一个新的自由的？准备好自己，要入去上帝为你陪伴的迄个水的所在，完全跟咱的心态有关系。吼，唔通搁掠做上帝是迄个任性小气巴拉的上帝。吼，你若个得失掉，你就害啊。吼，爱知影这位上帝是看你即马开始，唔通搁犯罪的上帝。唔嘛，咱拢会当对这个经文得到帮助，咱当心来祈祷。